Hello. Hello.大家晚上好。一段时期没有来了，大家好吗？哈哈哈哈，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啊。是这个stir up， 意思是搅动啊，搅动哈、啊。然后那个圣经是在哪里呢？是在提摩太后书那边哈、啊。我今天会用提摩太后书来跟大家分享。啊，提摩太后书是谁写的呢？是保罗写的。那时候保罗在这个监牢等住要被杀了哈，要被砍头了，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在这样的情况了哈，写这本书啊，写这个信给他的属灵的儿子，就是提摩太。所以当一个人要死的时候，他所讲的是蛮重要嘛哈，然后你就会知道，对他来讲一生人最重要是什么。你就在一本书看得到了、哦、然后那个时候就他就比较孤单，因为什么？有一些人已经背叛他，根本圣经讲整个亚洲的基督徒都是、离弃他了、啊、很多不认他了，因为说他做监牢嘛、哦、然后他就、很孤单，他就渴望写这封信给这个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，渴望他快一点去找他哈。所以这个就是他所做的监牢了，那个时候啊，原本的哈，这个就是他所做的监牢哈。OK， 来我们看看保罗有什么跟我们讲在今天哈。所以整本圣经我就会分三个部分哈。第一个部分是提摩太后书一章到二章十三节，第二个部分是二章十四节到三章第九节，第三个部分就是三章十节到四章八节。当然我不会每一句圣经所讲的跟你们解释了哈，一段一段啊，所以我就会讲一些重点了哈，一些重点，因为说今天没有可能可以跟你们分享整本书了哈。OK， 一些重点罢了。那我讲得到这个信息呢，我就看到两个意象，一个就是在我们操练这个一季度的祷告会，另外一个是在蚂蚁学校，在企业的时候。然后我就拿到这个提摩太后书两段圣经了哈。然后这个一季度的意象是什么呢？就在这个8月23号的，我就。当祷告中我就看到一个汤匙在那边搅动一些，然后就搅动什么呢？有一个杯在那边，当你有一个杯有一些水，然后你搅动，用一个汤匙来搅动，什么事情会发生？当然在下面的东西会 被你搅动起来，对不对、啊、当然了，那个不会溶的了、啊、你就会搅动那个东西起来。好，OK， 这个就是那个意思、哦、搅动、哦、这个字是在哪里看到呢？来我们看这个第一部分，提摩太后书一章到二章十三节。收集你这个 一部分的圣经是保罗所强调的是什么呢？福音。也就是说这个字福音 有出来、有五次保罗有提到这个福音这个字、哦、所以整段圣经的强调的是保罗所强调的是福音、哦、来我们看一段圣经，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六到七节，来请读好吗？一二三，为此，来我们请我们姐妹读。为此我提醒你，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，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 Amen。 那圣经是用那个字 stir up 英文
不过华语啊，他就用不一样的字啊，他是讲眺望起来，差不多是一样啊。所以他是我就比较喜欢那个 stir up 那个字了哈啊。所以 OK 啊，所以这里保罗吩咐提摩太什么呢？要他眺望起来。以前保罗跟他按手的一个礼物，神已经给了他。然后那个礼物是什么呢？那个礼物就是圣灵哦，哦，圣灵。然后跟圣灵的有一些翻译就讲到，包括圣灵的一些恩赐。你说圣灵的恩赐是在圣灵里面嘛？哈，彰显出来的。所以保罗就叫提摩太，你要眺望起来，你里面已经有了那个恩赐，你里面已经有了圣灵。哦，你们大家有圣灵充满了哈？你们有圣灵吗？在你里面，大家都是有啊。Amen。为什么保罗要叫提摩太？你要眺望起来，圣灵在你里面。耶稣提摩太这个人啊，比较胆小，他比较胆小。保罗知道，在哪一方面呢？传福音那方面。他比较胆小，都不敢去跟人家传福音。不单单是这样，当你在那个时代你去传福音啊，你会被逼迫的嘞，你真是会为神受苦的嘞。当然我们这里没有这样厉害了哦，保罗都是为了神啊做监牢的嘞，要被砍头的嘞。哈，有一些国家在这个世界现在啦都是会有啦，不过不是在马来西亚了哈，我们还可以了哈。所以保罗就跟他讲，圣灵不是一个胆怯的灵咧，圣灵是怎样的？圣灵是一个有大能的灵咧，不单单是大能，有慈爱的，然后有最后那个字是烧麦是什么？谨守啊，谨守的。所以我们所有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是有大能的。Amen。 那个让耶稣可以死里复活的圣灵，同一个圣灵今天住在我们里面。 Amen。 所以那个时候保罗就跟提摩太讲，你不用害怕，你所需要的是眺望圣灵起来，靠就他。 Amen。 所以今天都是一样，你会感受到你去传福音你会怕吗？好像提摩太这样吗？会不会？会不会？会啊。 Amen。 So 一样的，保罗要我们眺望圣灵起来。 Amen。 他就是那个有力量的有大能的圣灵。好，来我们看，继续看哈。然后讲眺望他起来呢，就是靠他。 Amen。 你不靠他，他是隐藏在你里面。 Amen。 你不靠他，他就不会彰显出来，他的力量他的大能就不会彰显出来。 Amen。 OK。 所以有最近发了吗？我是有一些病的问题嘛，我是自己认为要做医生嘛啊，乱吃那些药啊，啊，没有去找独特冠嘛？以前哎呀，独特冠以前医过我了吗？啊，我会了了啊，啊，就受苦两个礼拜嘞，后来才昨天才找他，他讲哎，吃到不对啊，你的分量不对，吃了两个礼拜，为什么还没有效呢？Amen。 一样啦，不要假会啊，靠自己啊。Amen。啊，有一位圣灵在你里面，有大能的，有爱的，啊，有谨守的圣灵，为什么不靠他？很多时候我们喜欢靠我们自己，好像我这样哈，加强啊啊，认为自己很会哈啊，不行啊，我们有个医生在那边啊，我们不要去靠了，我们好 ，OK。
然后我们都是要操练这个属灵的恩赐的哈。当你靠圣灵，圣灵都会彰显他的所给他我们的属灵的恩赐。我相信圣灵有给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属灵的恩赐，你有没有去操练他？你有没有去靠圣灵？哦，这个是蛮重要。你不靠，你不去操练就没有了。Amen。神要用你来祝福许许多多的人，神要用你来建立教会，来建立神的国。不过我们要需要去靠神所给我们的圣灵。Amen。OK， 来，我们继续看，在这个马太福音十章第一节，来，请读一二三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，给他们权柄，能赶住污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。Amen。然后，当耶稣要差派门徒出去，杜百杜了，两个两个差派出去，他给门徒什么权柄呢？其两样东西啊，这里赶鬼跟医各种的病啊，各种的病，我们有这个权柄啊 ，Amen。你是跟随耶稣的，耶稣有给你这个权柄，好 ，Amen。那权柄意思是你要去用的呢，这个不是讲到属灵的恩赐啊，当然属灵的恩赐我们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，这个就是当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耶稣给你这个权柄。 OK， 赶鬼我们有操练很多啊，在这个EG，这个医治这个我们就比较少了，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操练多吗？有看到，有看到圣灵的工作哈，你我相信你们这里比较多。所以神给我们两个嘞，啊，权柄我们要去用的，啊 ，Amen。所以不单单是这样了哈，啊，还有一段圣经在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到十八，一二三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所信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，也必不受害。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所以这里讲信的人奉耶稣的名可以什么赶鬼，都是按手病人可以得到医治，然后还有种种种种啦，说新方言啊，种种啦哈。所以这里是讲到谁是那个信的人，是你们哦。 Amen。 信的人是靠什么？靠着耶稣的名 ，Amen。In Jesus' name， 哈，耶稣的名，大家都是可以用啊。你是信耶稣的，你就可以奉耶稣的名去赶鬼啊，你就可以奉耶稣的名去按手病人得到医治啊。所以这个要多一点操练了，我都是要操练多一点，Amen。哦，我们相信神要啊给我们这个啊 ，Amen 啊 ，OK， 来，我们请读 OK 这段圣经，一二三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，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，总要按神的能力，以我为福音同受苦难。Amen。那有这个维持这个字，不是受苦这个字，都是出现在这段圣经四次，这部分呢、啊、四次。好，受苦，所以我们要为这里，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为主受苦的哈，啊，是看多还是少不了哈，啊，然后不单单是这样，好。维持这个字就出现三次，啊，所以那边的人那个时候那个时代，他们是为什么对什么会维持呢？就对耶稣啊，他们不敢去传福音，不敢为耶稣做见证，因为什么？怕被逼迫，怕被抓，好像保罗这样，怕去抓做监牢。好像保罗这样，他们都是不敢去认保罗嘞。好，所以在一个逼迫的情况，你会看到这些事情发生。哈，所以他们就开始为福音维持。好，
然后保罗就鼓励提摩太，你要跟我一起是为福音去受苦。不过靠着谁的能力？是靠着神的能力啊。 Amen， 就是需要挑望圣灵的大能哦，在我们里面。 Amen， 所以这个是保罗所要吩咐你跟我今天啊，不要为福音啊羞耻了哈，要多一点去传，都是要准备为这个福音去受苦。 Amen， Amen， 不要讲不认耶稣哈。哈利路亚。 OK， 来啊，来啊，请读一二三。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；我们若不认他，他也必不认我们。 Amen。 所以如果你忍耐到底哈啊，虽然受苦为神受苦传福音，你就可以跟耶稣一起同作王啊，这个都是一个奖赏嘛哈。你忍耐到底，你不放弃啊，虽然有逼迫，虽然会受苦啊，你一天当耶稣来的时候，你可以跟他一起同作王。不过都是有个警告哦，如果你不认他，哈哈，耶稣都不认你了。 Amen、哦、你不认他，耶稣都是会不认你。好、哦哎、来我们继续看。所以、这个第一部分那个总结是什么呢？第一，我们需要眺望圣灵起来，还是圣灵的恩赐，然后靠着圣灵我们才可以大胆的有效的去传福音。然后第三，我们都是要预备什么呢？受苦。最后当我们这样做，我们就有一天耶稣回来，我们就可以跟他一起同作王。简单了啊。 OK， 一部分很简单哈。我平常没有做教导了，我是preacher 来了吗？我这正道了，教导不是很适合我。神要我教导我就教咯，我不是 teacher 来的。 OK， 之后第二部分是讲到什么呢？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四到三章十九是讲到什么呢？保罗这里所强调的是真理。 OK， 整段这里是强调真理。好，来我们看好。 OK， 第二章十五节，来请读一二三。你当学历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 Amen。 分解真理的道、啊、这个是你我们跟每一个需要做到的、啊啊、这里讲到、啊、说我们要熟圣经啊，如果我们不是，我们就分解不到啊。哦、我们就不明白、哦、Amen、哦、大家真是需要上多一点圣经班、哦、就不知道好像我以前就给一个小监事抓去，因为什么？我分别不到。 Amen。 神的话什么是真理，什么是谎言、哦、撒旦魔鬼歪一歪他我都分不出。就给他抓去了，麻烦了。 Amen。 So 很重要、啊、我们要、啊、correctly handle the word of truth。 OK， 真理、哦、很重要、哦、所以那些圣经班全部要去了、哦啊啊、然后这个真理会不会被、毁坏？那个字是不是毁坏啊？毁坏 啊， 啊毁坏啊。将被毁坏呢？透过话语，透过生命，真理会，神的真理会被毁坏、啊、如何呢？我解一解、啊啊、第一，透过话语，就是透过一些假先、啊、假老师、啊、来我们看提摩太后书、啊、第二章十七到十八节，来一二三。他们的话如同渡仓，越烂越大，其中有许米奈和菲利图，他们偏离了正道，所复活的事已过，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。 Amen。 那你看啊，
提摩太不单单是面对外面的敌人，外面他去传福音有很多敌人去要逼迫他啊，让他受苦，在教会里面都是有的。他在教会里面要面对谁呢？面对一些假的老师哦，啊，假的老师教一些错误的，不是真理的啊。就这里讲的好像赌场这样，不过英文比较强啊，英文是讲到 gangrene 哦，啊 ，gangrene 是什么？你知道那个伤口啊已经黑了啊，烂了，烂到黑了啊，就开始会传到整个身体，整个身体会死了嘞，啊，如果你的手有这样呢，你要割掉它嘞，阿门。如果不是整个身体会死，哦，就是这样严重。保罗就看这些假啊老师的教导，这些谎言是这样严重，不是真理，这些是谎言，阿门。今天有没有？很多啊，我就跟大家讲其中一个见证哈。我最近有参加一个 EG 哈，有一个牧师跟我讲什么呢？你不要想啊，在教会有假先知、假老师那些很危险。今天你们更危险，讲呢？今天啊 ，Internet 一大堆啊，在教会我们可以保护到你们。Amen， 我们不乱请啦，以前我们庄家福音堂乱请很多那些假老师来了哈，假先知啊，假什么都有了哈啊。不过现在没有了，其中啊，当我跌倒那个时候就开始没有了哈。不过今天在 Internet 一大杂堆嘞，所以这个牧师跟我讲什么哦？他有三个姐妹啊，两个就听在 Internet 听到中毒了。中毒太深了，给他洗脑洗到太厉害了，救不到。有一天他就不见掉了，哎，为什么这两个姐妹不见掉了？他太迟了，他去找他，中毒太厉害了，回不到来。哦，是这样，危险哦。第三个，感谢主还救得到，因为说他没有洗脑到这样厉害。还可以，没有中毒这样厉害，还可以救他回来。嗯，说今天不要乱看呢，啊，最好给你的牧者看一看啊，你听那些东西啊，啊 ，OK 不 OK 嘞 ？Amen， 啊，如果不是听下，不见掉你了，啊，被洗脑被抓掉了，好像我这样。感谢主，那个时候还可以救得回来啊 ，OK。所以我还记得嘛，以前我们教会有请一个韩国的，我不知道你记得他没有？他压你的眼睛进去了。韩国一个普传道，哇，他跟你祷告的时候，他压你的眼睛进去了，压到你痛到半面。不能排队给他要。后来我看到不对路，你知道我就问Dr. Guan嘛，压进你有什么后果？他就跟我讲嘛，这些是那个 pressure point 来的。如果一个人 coma 了，你压那边啊，他会醒过来的。哎呦，当然会痛嘛，你叫到他讲解吗？我帮你赶鬼哦，你很多鬼在里面哦，一压下去啊。啊！想想，耶稣怎样赶鬼的？我们怎样赶鬼的？那你是靠着压，靠着奉耶稣的命出来 ，Amen。啊，是啊是啊，你圣经不熟就惨哦，啊，分别不到哦，就给他压啊。有一个姐妹压到啊，眼睛出问题啊，老姐妹。对呀、啊，有个老姐妹给她压到眼睛出问题，然后没有来教会呢，整家人没有来了。哈，谁的错？我们这些负责人呢、啊，乱请。Amen。哦，对啊，所以要小心哈。OK， 来这个啊。
OK， 透过生命，就透过那些不洁净的器皿了哈。来，我们请读一二三。在大富人家，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觉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Amen。 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行各样的善事。老这里讲到什么呢？一个物质有种种的器皿了哈，有一些是贵重，有一些不是了哈。所以英文就讲到有金的，有银的，有那个木的，有那个草的哈。所以这些就代表谁呢？这些器皿全部是代表你跟我了。啊，这个在这个物质就是在教会了哈。啊，你是成为贵重的还是不贵重的？啊，你自己知道吗？啊？啊，有些是贵重的，有些是不贵重的哈。啊，这你这将要成为贵重的器皿呢，要自洁了，洁净。啊，我们有种种的肮脏在里面嘛哈。从这个是代表种种的罪了哈。我就分享我所看到那个意象，在这个 N School 蚂蚁学校在企业的时候，我就先看到一个湖，哇，这个湖很平静，很美。然后在湖上面有一些人钓鱼啊，有一些人有一些别的水的活动在那边了哈，很平静，很美哈。后来忽然间有一个手指在那边搅，哇！一开始搅全部都乱了，在上面乱，一开始乱，什么事情发生呢？下面那些肮脏的全部浮起来了，那个湖里面的肮脏全部被搅起来，你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吗？啊，不是搞习惯了，这个无就是你跟我啊。平常人家看你，呼，很美的，很平静的，没有问题的，很好的这个 brother 这个 sister， 哦，在人的面前很圣洁、很 holy 那种人呀，啊，当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乱了那个时候，你的真是你的你就浮起来了。你里面那些肮脏的，你里面那些罪全部都浮起来了，这个就是那个意思。当有一些脚被搅的时候，你开始乱的时候，你控制不到的时候，你里面那个真我就出来了。Amen。 这个就是这个意思。不过这个是好的啦，这个神让这个事情发生，因为什么？神要帮助我们自洁啊，圣洁啊，成为你没有看到，你不承认，谁都帮不到你。Amen。 你要看到神让这个事情发生是要帮助你跟我。 Amen。 自洁哈，哎，所以如果不是很麻烦，你要去传福音，跟你的隔壁传福音，你就每一天在家打老婆啊，你讲隔壁那个要听你传福音吗？你的真理就给你这个生命败坏了。 Amen。 会不会被败坏？会呀。 啊你天天讲谎呢，你就跟人家传神的真理，人家要听吗？你的生命没有活出来，你的生命乱七八糟，神的真理就会给我们败坏。 Amen。 我们传福音不单单是用话，都是用我们的生命。 Amen。 好，传福音不单单是用话不了，要靠着我们的生命的。 Amen。 去告诉耶稣，然后耶稣吸引万人来归向他。 Hallelujah。 所以最近这个，当我看到这个意象，最近一些事情都发生在我的生命了。我很久两年了没有去检查我的身体，以前我每一年都检查，所以最近我就去检查，什么都检查，我的心脏我就去检查，哎，那个报告不掂嘞，我的 calcium deposit 啊1200多嘞，以前8年前在新加坡的时候是零。
zero， 一点阻塞都没有。哇，我真的很高兴啊，我一点阻塞都没有，没有人相信啊。那时候我相信那个时候是神帮我通掉了啊。你还说我有去一个 healing room 啊，他们有为我祷告啊，哈啊，过了半年啊，1200多嘞。他就跟我讲什么呢？那 report 讲什么？你超过400啊，啊，你就有阻塞了，不知道几多条罢了。所以他讲，哎，你3条都是有靠线哦，哇，惨哦！我讲，如果是3条都阻塞，就麻烦了。不过那个时候他分别不到阻塞几多啦，要再继续检查，深入一点检查了哦。会不会怕？会不会怕？我就发现了。我还是怕死了，一个怕死的人怎样带教会呢？啊，有逼迫一来，第一个躲起来就是我。怎样好？怎样带教会？神要不要处理这个问题？肯定啦，阿门。哪里可以做领导？第一个要有什么事情，第一个躲起来就是我，那就麻烦了，没有榜样了，就OK 喽。感谢主啊，啊，给我看到啊，如果不是都是好啊，早一点检查比较好啊，啊啊，就我就去深入一点检查啊。感谢主啊，是一条罢了啦。70-80% 阻塞，不是3条，还是1条就 OK 了。然后医生就讲，哎呀，不是这样严重了，你慢一点来做那个 stand 都可以了。我就 OK 了，你讲慢一点，我就祷告，然后看神可以帮我再一次通掉它没有，我就不用做那个手术了。神帮我们开刀比较好嘛， Amen。啊，不是讲我要省那个钱呐，哈，啊，你做什么手术都是有危险的嘛，哈，啊，就最好神帮我，我都是要操练那个恩赐啦，哎，是你恩赐吗？医治的恩赐吗？我就给我自己3个月了，哈，啊，哎，去操练一下了，哈 ，OK， 感谢主啊，啊，哎，所以弟兄姐妹。有一些你会发现到有时候啊，你对一些人谈话啊，你很快发脾气了，会不会？有一些人啊，不是每一个人啊，有一些人会刺激到你啊，很快你会对他发脾气的。我就感觉到最近有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每一个人都是有他的死的那个死业啊，他点到你的死液，你就会爆炸。有一些人，你对他真是有心病啊，你就很讨厌他哈，啊，会不会？啊，会就感谢主了，神要帮你处理。哎，平常你就看到很平静的，不会爆炸的。啊，如果你发现要你会偶尔爆炸啊，对一些特别是遇到一些人啊，意思是你跟那个人的关系出问题，是要彼此原谅，是要一致。Amen。 啊，好的，我最近都是有这样的发现，哎，为什么对那个人我会这样快发脾气的？哦，是他以前有伤过我。我还没有原谅他，哎，们啊，是啊，好啊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所以教会要被洁净的。如果不是我们没有那个见证呢，一个常常爆炸的人麻烦了，哎，们没有见证。OK， 还有一点，不单单是我们个人要被洁净，整个教会都是要被洁净。我就记得以前啊，都怪我，你应该是记得哈。我们在教会有一个弟兄犯奸淫啊，我们就照着圣经哦，去discipline 他，去管教他，一对一跟他讲，他不听，带另外一个牧者跟他一起讲，他都不听，然后跟教会讲，他还是不听，
死不悔改，就讲踢他出去。Amen。需要啊，这个是圣经所讲的。如果不是教会，就没有见证啦、啊。你的教会有个犯奸淫的弟兄，你还是可以接纳，是不是？人家要来你的教会吗？神的真理会不会被毁坏、啊、什么比较重要？你的教会多一点人比较重要，还是神的真理？ Amen。 不过感谢主啦，我们赶他出去，后来他真是悔改，悔改了我们就接他回来。Amen。 好事来的，你不要讲这样做啊！管教是，你管教一个人是为了爱他，希望他转回来。Amen。 就有一段有另外一个 case， 我们就没有做到，我们容纳他。到一个姐妹来问我 ，Brother Dan，你知不知道你的教会有一个打老婆的弟兄？哦，是啊，那家伙还是在我的主场，是我的主人，惨不惨？因为什么？他很摆上，很好用，在教会很服侍，都是开场的。会不会妥协？那时候我真是悔改。Amen。 有时候我们会妥协，很久以前的了、哦、讲给你听了。那时候我们没有做得对，要等到一个姐妹来跟我讲，我才醒过来。很多时候我们会妥协、哦、为了什么？他有钱。没有什么很好用，在教会啊，什么都愿意摆上。更重要的是神的真理。 Amen。 所以我就讲我自己的错，希望你不要跟、哦、啊。不过后来要做管教都不用做管教了咯，他就离开教会了。OK， 啊，有这个警告哈、哦，来，来，请读一二三。你该知道，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，狂傲，毁谤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无亲情，不解怨，好说一言。不能自悦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怨热，不爱神，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事意，这等人你要躲开。 Amen。 那保罗都是在这里给提摩太跟给以弗所教会，那个时候提摩太是在以弗所教会，这个警告呢，他讲在末日的时候会有一些危险的时候时间发危险的事情发生。这个危险的事情呢是很可悲的、哦、教会是会变到这样，这些全部是讲到教会里面的人呢、啊、可悲不可悲？是只为自己种种种种、啊、我们都是活在末日嘛，哈，耶稣还没有来就是末日哈。目前的教会会不会这样？会呀、啊、，Amen。有没有这样的情况？有啊。然后啊，最可悲的是最后那句话啊，外面是看到很深很你知道那些华语太深了，啊，进行的生活、啊。挣钱的外貌，外貌不了嘞，一个外貌不了嘞，一个 form 不了嘞。外面人家看到哇，很好啊，很美啊，这个教会外貌很美不了嘞。啊，很多教会是这样，里面就这样咯。
一大堆这些案子啊，乱七八糟的哈。啊，有一个外貌吧，不过没有 power 的这些教会，英文是讲到没有 power 啊，英文是讲 having a form of godliness but denying its power。他有一个外貌不了，没有力量的，没有力量来做什么？没有力量去改变啊，没有靠着圣灵的大能去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，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啊。Amen， 这个就是他的意思。教会充满一大堆还犯这些罪的人，意思是这样哦。这些全部被容纳了，没有问题，你来就可以了。哦，我去过这些教会啊，里面有在新加坡啊，里面有啊那些gay 啊、lesbian 啊、transfer type 啊，什么都有啊。啊，我去到一个去到那间教会，一个鬼佬，哇，看住我，哇，我都怕在里面。那个时候我比较年轻啦，比较。都是 shape 比较 OK 啦，有个样不了，没有那个力量来改变耶，没有力量去改变，还是老样子啊。以前喝到半命的，以前去嫖到半命的，以前是什么什么呢？还是这样，不过他们还是喜欢来教会的，要人家看到他是我是圣洁的，我有去教会的，我有做礼拜的，哦，我有给奉献的，生命不过生命没有改变，不过没有 power 的，啊，是这样，哈，所以要小心哎，是会这样的问题。哎，然后啊，也是保罗讲了，你不要跟他们有什么来往啊！啊，严重不严重？这些教会这些人，你不要跟他们有什么来往，我不是等一下都是影响你了。哦 ，Amen。OK， 这个 Part Two 的总结是什么呢？啊，你要警告那些假老师哦，如果他们还是这样，那个时候那个假老师在以弗所教会叫什么？有没有叫一个什么呢？死里复活已经发生了啊，不是啊，那个啊，那不是死里复活，那个啊，对对，死里复活有一个新的身体 ，resurrection from the dead， 有一个新的身体已经发生了，没有啦，这个死里复活有一个新的身体是等耶稣再来才有的嘛。哎，你跟我每一个会有一个不毁坏的身体，有一个不会死的身体，不过这个是当耶稣来的时候第二次再来，耶稣会那些死了的人就是会复活起来嘛。 Amen， 耶稣会给你一个这样的身体。这个家伙去叫什么呢？已经发生了，然后他讲这个是灵的，不是真是一个身体的复活。他讲当那天你信耶稣的时候，你已经死里复活了，里面的灵复活起来，啊，这样的教导，啊，这个讲就考到很多人啊的信仰被他破坏，圣经讲，然后就好像 gangrene 这样传到很厉害，是啊，他歪歪不了啊 ，Amen， 他讲已经发生了，所以要小心呢，你如果你真是对圣经不熟啊。啊，因为什么？整个救恩为什么这个将重要？整个救恩啊，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吗 ？Amen。当耶稣再来啊，我们有个新的身体，我们不单灵魂得到得拯救，我们的身体都是得拯救嘛。Amen。所以这个是需要去警告这些假老师，如果不听就要管他们走了哈。然后就要都是啊，神都是要让我们这个搅动起来，我们那里面的肮脏啊，那个罪啊。然后如果有什么不圣洁的器皿，我们都需要第三 purify the church， 自洁。Amen。因为什么？神的真理比较重要，
好 ，OK， 我们这些是第二个部分的总结哈。OK 啊，第三个部分要讲完了哈。Paul's charge to Timothy 啊，这个是主什么了？Charge 是讲了，主啊，可以读吗？啊？那个华语可以读出来吗？保罗对提摩太，我们的诉苦啊，诉苦啊，吩咐的意思啊，是诉苦啊 ，his charge to us， 不单单是给提摩太，都是给你跟我哈、啊，诉苦哈、啊。OK， 来，我们请读一二三。以及我在安提阿、以哥念、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。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，但从这一切苦难中，主都把我救出来了。不但如此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。Amen。Amen。所以这里再一次保罗就讲了、哦、他如何在这些地方、啊、全部被逼迫呢？真是为耶稣受苦。不过讲都好，耶稣都是拯救他出来嘛，哈、哦。哎，所以这里是拯救他出来，拯救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不是拿走那个苦难、哦、不是拿走那个逼迫，拯救出来的意思是耶稣会带你可以经过那个苦难，经过那个逼迫， Amen， 胜过那个逼迫，不是拿走那个逼迫。当我们为耶稣受苦受逼迫是蒙恩的，是一个祝福来的， Amen。 所以耶稣不会拿走他，不过他会给你足够的力量可以胜过，可以经过， Amen。 所以我还、不单单是这样，是你如果你要活出一个 godly 的生命，你就会被逼迫的呢。你要活出一个属神的生命，在这个世界你会被逼迫的，没有 exception 的哈， Amen。 这里是这样讲呢，好，不是啊，你要活出一个属神的生命啊，这个世界的人不喜欢你的，他会逼迫你的。哎，所以我就讲我自己的见证了哈、哦。你知道我做罗耶不给贿赂可以的吗？可以啊。啊？要为神受苦喽？啊，就有一些要贿赂的顾客，他就不给生意你做。哦、是不是？我到今天没有啊，一分钱都没有给、啊、政府部门我都是没有给啊。为什么你做东西这样慢呢？啊，人家也很快的，去 land office、stamp office 很快就搞定了。啊，人家可以，为什么你不可以？不是这样，会受影响生意，会不会？啊，这个都是啊，有一点点啊，为神受苦啊。好不好？做少一点嘛，没有问题嘛。需要这样多吗？到今天我还是活着嘛，我的 office 没有关掉嘛。Amen。 不是神的恩典嘛？啊，好事来的。所以准备要受苦了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跟世界一样，你是跟他 friend 吗？哪里是要受苦？哪里他要逼迫你？你跟他 friend 嘛，哈，不是要逼迫嘛？啊？OK， 来，我们继续看啊，来啊，要完了，来，一二三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凡神所默示的，圣经以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，亦都是有益的。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不用担心啊，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来教导我们的，准备我们，预备我们的。所以你要服侍神，你要跟随耶稣，圣经啊，读多一点圣经。圣经是要准备你的，让你可以行各样的善事。Amen。啊，不是靠着什么，是靠着神的话。Amen。好、哦，神不单单是拯救你，啊，神都是会
预备你，训练你。好，透过神的话，好 ，OK， 来，我们继续看啊，来，一二三。束缚你，不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并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，责备人，警戒人，劝勉人。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纠正的道理，耳朵话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师父。Amen。所以这里就，你说你知道保罗是很强调福音跟神的道嘛？哈，所以这里就保罗就嘱咐也吩咐啊提摩太，你得时不得时，你都是要去传道。Amen。所以今天我相信保罗都是吩咐你跟我了。你得失不得失都是要去传道，不单单是用话，都是靠着我们的生命去传。好 ，OK， so 不过很多人不要听了真道啊，很多人的耳朵痒，要听他们喜欢听的啊，这个是危险的。你听你所喜欢听的，在 Internet 你就找一些你喜欢听哦，啊，你就不知道那些是真道还是不是真道哈。OK， 啊，最后。来，一二三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从此以后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子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Amen。所以这个常常是我这边，我们是在那个爵士礼拜讲的嘛。那个美好的仗我们已经打完了，这个打仗来的呢，我们的生命啊，基督徒的生命哈，啊，保罗打什么仗呢？属灵的征战啊，啊，对付一些这些假老师啊，这些一大堆这些家伙啊，哈，都是需要打的这个仗。然后他那个路他已经跑完了 ，OK， 啊，神有一个路一个赛跑给我们你跟我的，那个路你要完成的，不要跑到一半就放弃哈。啊，你要完成它，啊，神的旨意在你的生命，然后最后啊，那个啊真道他已经守了，要保罗真是这个 faithful to the end 哈，啊，他是这个忠心到底的，啊，对神的真理真道哈，啊，忠心到底没有放弃，啊，这个当我们这样做啊，保罗讲有一个啊公义的冠冕等住你跟我，啊。OK， 所以我就这里就总结是讲到这个第三个部分的总结是，啊，你经过什么苦难跟这个逼迫，耶稣会拯救你。当然，拯救你是带你过了哈，这个苦难跟这个逼迫哈。然后第二，他会啊预备我们，透过他的话哈，预备我们，装备我们，所以你不用怕。他会拯救你，如果你面对这些，然后神都是又预备你可以行各样的善事，哦，OK， 透过什么他的话，哦，我就给一个比喻你嘛，哦，如何然后这样打属灵的征战怎样打呢，啊，雅各书跟我们讲服从神，抵挡魔鬼，抵挡魔鬼，魔鬼就会逃离开逃跑。 Amen。 所以很简单嘛，你要怎样打属灵的征战，神叫你什么你服从神就可以了。Amen， 你不用理睬撒旦魔鬼的。以前我们就是很喜欢去跟他打，你很喜欢跟他打，你就注重他，哦，你怕他，他就继续跟你玩下去，不是这样打的。我们所要焦点是耶稣，耶稣叫我们服从他，我们服从耶稣，那个撒旦魔鬼就会逃跑了。Amen，啊，这个是神装备我们嘛，用他的话。以前我不会啊，我乱来啊，哦，就有时候搞到啊，打属灵的征战打了几个钟头在那边，他那个家伙还不走，最后走，我就想哇胜了，哪里是胜，他玩够了才走。 Amen，啊，这是我们不会吗？神的话就装备你。 Amen，啊，就会了。 OK， 没有了，我看我，分享到这里，啊，最后就这个都是我看到一些这样的意象了哈，啊，我们以前是两个两个一起去传福音嘛，好像耶稣差派门徒出去嘛，哈，去往鱼嘛，哈，传福音啊。后来越来越多人去传福音嘛，教会差派越来越多人去传福音，啊，
不过以后啊，如果你 听保罗讲要眺望这些恩赐起来啊，眺望圣灵的大能起来啊，以后你就好像这样的啊，整个耶稣的整个教会合一起来，你就看到整个耶稣的身体被建立起来。 OK， 当耶稣的身体被建立起来啊，撒旦魔鬼就在耶稣的脚底下。 Amen。 今天教会就很难合一，我们就分裂几次了，现在没有了哈啊。所以当耶稣的身体被建立起来，耶稣就再一次在这个地上有一个身体可以用，耶稣就可以再一次在这个地上奔跑。我们就要耶稣要透过你跟我做更大的事。 Amen。 就好像这样网鱼哦，你去到哪里啊，烧到哪里，那些鱼就们烧到Amen。 就最后这个来我们读这个圣经六加福音，来一二三。但他们约法极力地说，他善获百姓，在犹太偏地传道，以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。啊，这里啊，不是耶稣的门徒讲啊，是耶稣的敌人讲。他讲耶稣去到哪里啊，他就挑旺那些人起来啊 ，stir up 啊。你看啊，全部人会知道他在那个地方。他讲在先在犹大，然后他现在然后。先开始在加利利，现在他要跑到来这里啊，意思是耶稣去到哪里啊，整个地方给他搅动起来。今天教会去到哪里，会有人注意到吗？不用有人注意到哪一间教会吗？啊，还是注意到耶稣吗？啊，这个你跟我要问自己了哦。啊，如果耶稣有他一个身体，他可以使用啊，他去到哪里，整个地方给他搅动，整个圣美兰，整个马来西亚 ，Amen。啊，这个就是他的意思哈、啊，都是那个字 stir up 哦 ，so 三个 S 哈、啊，三个 stir up。当你 stir up 圣灵的大能 ，stir up 恩赐，你就都是 stir up 那些不洁净的，你就去自净，自洁净哈。啊，你就可以 stir up 世界的人。 Amen。 So, 要在这方面我们要操练、哦、来 OK， 来我们祷告。 Hallelujah。 是的，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再次鼓励我们，透过保罗最后一封信，我们看到保罗一生人所注重的就是你的福音，就是你的真道。主啊，我们需要眺望起来，你所给我们的圣灵的大能在我们里面眺望起来，圣灵所给我们的恩赐来彰显在教会，来建立你自己的教会。我们要看到你的身体被建立起来，我们要看到你的教会合一起来，再次你要奔跑在这个世界，你需要你的教会，你需要你的身体。主，我们要看到你做去到哪里，哪里都给你搅动起来。是的，主，你的福音要传到整个马来西亚。是的，主，你去到哪里，人家都是看到你耶稣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你主，恭恭敬敬交托这间教会在你的手中，让你做你的奇妙的工作在这间教会，让你的身体被建立被兴起在这间教会，让这间教会是高举你的教会，让你来吸引万人来归向你。我们感谢你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谢谢大家。Yeah.